刀片儿。刚才有好几个同学问我，他你们在这个 table 下面是不是显示不出来啊？这个显示不出来，但是你们搜狗语句能执行的话，这能查，说明已经导入进去了，明白吗？然后你只需要把这个关了，重新启动，你就会看到 table 下面是有东西的。有的刷新刷不出来，你重启一下就好了。还有一个是，有的说老师，我这个窗口的字体比较小，能不能调？看好，在工具里面，首选项，这个就相当于 Eclipse 是不是写代码那个？那个是不是也得调？对，不调不行。哎，是不是卡了？来，在这儿，首选项里面是不是有个字体？点字体，这是不是有浏览器表格？谁？编辑器表格指的是这个，编辑器表格指的是这一块。来，哎，字体。来，我们看编辑器，编辑器的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个选择？点选择里面是不是有字体大小？啊，你选你喜欢的大小就好了，可以吧？啊，萝莉体。啊，我就是有萝莉体吗？第二版啊，有萝莉体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可以可以，就是比较卡哇伊嘛，萝莉体啊，我这是回送体吧，这显得有点不正规，不正经。来，好，那上一节课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单表的一个查所有的，是不是一个查根据指定字段，还有一个是不是使用别名？好，那这节课我们继续走，打开我们的这个，来往下，来这节课我们统一一下几个基本概念。首先，第一，字段应该知道是什么吧？也可以说这叫啥？属性。是吧，也可以说这叫属性，也可以说这叫字段，这个的话是不是叫字段名或者叫属性名，还有一个叫主键，主键的话叫唯一确定该元组的属性组，也就是唯一的标识。老师，什么是主键？比如说员工编号，员工编号呢你会发现是不能重复吧，对，根据员工编号是不是就能找到一行，比如说来你给我说一下7499的个人信息，你是不是找，哎，找是不是就找到这一行，你不可能是不是找到两行，听明白吗？所以这个称之为主键。那到底哪一个是主键？这是要我们来定的啊。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表里面的数据，那哪一列呢？那一列不会重复的那一列的数据，是不是设置为主键？这样的话，我们根据这个主键去找数据的话，是不是就一次性是不是能找到这一行？能明白没？啊，比如说我们会了学了 WHERE 语句，会跟你说啊，元组是行数据，我们称之为这是不是关系表吗？关系名就是表的名称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关系表的名称是啥 ？EMP 呗，你懂吗？啊，其实说白了，平时我们也说什么表名，很少有人说关系名关系。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字段，这个注意就行了，其他的了解就行了。字段主键知道是啥？字段是不是就是这个？字段名是不是就员工编号？主键是不是就是唯一标识一行数据的那个？能明白吗？啊，专业术语这个啊。这个了解就行了啊，知道啊，简单的查询，然后别名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叫驱虫，然后升序降序啊，不是少一个，哎，算了，我自己再写吧，不看那个了。下一个我们上面是不是讲了是不是有字段别名，下一个呢叫连接符，连接符这个又是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查的话是不是员工编号员工姓名字段，这是不是一列一列一列的，我想把它查成一句话，我想这样写，员工编号我想显示这样一句话叫7369的姓名是，这俩数据连接起了，中间是不是查的姓名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查 select emp number 逗号 iname
你别写中文逗号，这是不是中文的逗号？这是不是英文逗号？写什么？英文的啊。一 name， 你但是你会发现，老师我写中文的也不报错，因为你用的是 eclip， 用的是 PL circle， 但是如果这个 circle 语句在 Java 代码中执行会报错。养成习惯写英文。emp 旋状总拧，这是不是查了两遍？哎，你打开老师，你看我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只有这一点点？那因为你没显示完，你看这俩，你看鼠标往上一放，是不是获取下一页？再一放，是不是获取一直到最后一点？啪，是不是全出来了？因为你这个窗口刚才是不是比较小啊？我把这个会一下。好，那连接符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现在显示的是它，我中间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它的名字是它，是不是的名字这几句话是没有？那我老师，那是不是这么写？的名字是。那试一下呗，你就有想法就试呗，来走一下。你看哈，他干了件什么事情？emp number 的名字是 ename 标识符无效，他认为这是一个字段的名字，也就是说有一个列的列名是不是就长这个样子？他是不是这样认为？那老师，那不字符串拼接吗？这是不是相当于是变量名？Java 里面字符串拼接苹果名。String str 等于什么？哈哈加加 A 加 PK， 字符串拼接吧？会不会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说把这个和这个，把 A 的值是不是给拼进去？是不是组成一个新的字符串？是不是出来了？是不是这么干的？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是这样的？比如说登名字我也去掉逗号，那么你会发现，来你注意听，这是不是列？这是不是行？只针对这一行，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？变量名是 emp number， 值是7369。变量名是 ename， 值是史密斯。只针对这一行，能懂吧？这是不是变量名？这是不是值？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来我们加的话，你是不是得双引号？的姓名是，然后加。加是不是这么写的？你就试呗，一点。哎，又不是，是不是还是不是这么写？注意听 ，Java 当中的字符串连接符是不是加号？在我们的搜狗语句中就不是加号了，是这个。那你不是货，那是 Java 当中是货。这个里面就是叫搜狗语句的字符连接符。这不是就是字符连接符吗？再走，老师还不对啊？不是，是单引号。上面也一行。上面这是字列名啊。老师，你这样列名看起来太怪了吗？不刚讲完吗？不刚说完吗？这是不是这一列的列名？可以。那这列名这是啥？你不可以起别名吗？不讲完了吗？你给个别名呗。孩子，比如说信息吧。灵活一点。学习要有灵性。灵活一点。可以。听懂了吗？啊。所以别名是不是也可以正常用？你别说别名只能在字段，它这个是不是作为一个列了，相当于是，啊，来，所以那再连接，这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相当于那个加号了？能懂了吗？那变量名和这个字段名和之间是不是用它去连？能懂吗？德姓名是字符用什么？是不是用单引号？听明白没？所以连接符它是字段名。杠杠单引号是不是字符？杠杠什么是不是字段名？那你可以再杠杠是不是点点点？是不是一直无下 select 空格 from 什么两名？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你把
你要想拼字符连接字符在 Oracle 语句里面，也就是拼是不是一定拼在 select 和 from 之间，你就把字段名当成是变量，把我们以前在 Java 当中拼的加号是变成两个竖杠，把以前的字符双引号变成单引号，按照这个规则是不是去拼就可以了，能懂吗？好，这是不是一个，你还可以这样逗号，这是不是相当于是拼的一个，然后再 emp 叫我，是不是就这样，这不是拼一起吗？这是不是单独又查了一个吗？这是不是就显示了，那叫我是不是可以再拼，随便写了，哈哈，看懂了吗？好，其中竖杠为 circle 语句的字符连接符，使用在 select 和 from 之间，字符连接格式为 字段名杠杠单引号字符杠杠字段。注意，一个完整的一个拼接好的连接，在结果集中是作为一个新的，就是字段显示，就是可以使用，就是别名，显示，优化字段显示。比如在这儿，信息。老师，我能不能这么写？我能不能这么写？可以吧？那老师，你为啥这么写？因为我养的是习惯，因为我这样写，我觉得我的搜索语句我看得很明确，这就是字段 ，as 后面就是别名。如果空格的话，你像如果说我写的比较长的话，这就不好看了。除非你特别熟练，你说一看这是个别名，要不然你乍一看就懵了。你乍一看，哎，老师，他这是不是少了个这儿？肯定会有人这么想，能懂吗？但是我如果这么写，你就绝对不会认为它是别的东西了。听懂了吗？这是别名。听明白了吧？好，再来下一个，叫去除重复。什么叫去除重呢？去重，比如说我们先查询一下 select 的新 from 样品，我先看一下东西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是不是肯定不重的，工作是不是肯定重，这不是有 manager 吗？来，你看啊，我们写叫吧，一走来问你总共有多少个工作呢？14个吗？没有，重复是14个吗？总共多少个工种是14个吗？是不是有重复啊？下面我是不是要去除重复？听懂没？去除重复这个地方叫使用 distinct 的关键字， distinct 的后面跟字段名，走，相同的是不是只显示一个？能懂吗？看明白没？来，那你再看逗号 MGR， 老师这什么情况？这不仨了吗？注意听，这是不是 distinct 的去重啊？我要这么写，这是不是字段列？这是几个？14个。我这么写呢，8个，少的那6个，
来，我问你，注意听，我把这删了。来，我问你，你把这个结果的重复去掉，你怎么去？你是不是认为这一点和这都一样时候才去？嗯，对。把结果去重。啊，都一样也去。把这个去重，你是只去这一列重的，还是这一行重的？按行重去去。按行重。按行。是不是按行？明白 distinct 去的是什么重吗？去的是行重复，不是某一个字段，因为刚才你查的只有几个字段，就一个。哎，你平时自己去重不也这么去吗？对，一行来，我给你个表，表里面有十条数据，不是有一百条，是不是就一百行？来，我说你把这一百条里面的数据重复的去掉，你怎么去的？你怎么去？你难道这么去吗？来，第一行，第一列的这个跟第二列的去了，你就去了吗？那肯定嘛，是不是这两行数据完全一样？你是不是去掉？嗯，听懂了吗？对。你自己怎么玩这个还是怎么玩？所以这个叫 select dstin distinct 字段名，逗号，字段名，逗号，点点点 from 表面。这个地方，注意，去重。去除的去除重复的规则是按照是不是行进行去除的，这个就是指两行数据完全相同。不能说第一个七，那当然是这样吧，多行吧，是这样子吧？啊，学七，能听懂吧？嗯，啊，来，再来走，去除重复。那你这样的话，这能不能去除啊？这可不可以去除？来，我把这拿过来，你是不是混着用呗？这本身是不是一个结果？是，这不查了吗？然后你再写呗 ，dstin ct， 这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结果给去重了？没重的，还是十四个吗？因为编码是肯定不一样。听明白没？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些是不是都可以混着用？啊，那老师到底怎么混着用？我不说了吗？你先拿这个上面是不是可以加别名？嗯。查出来结果想去重，是不是再加个去重，不就好了？来，去除重复，再来走排序。那结果是不是有排序啊？比如说 select sing from dmp， 我这查的是什么？是不是所有的？这是都是记的，明白吗？对。啊？这上面是不是给规则？你是不是照猫画虎写？哎，我说 distinct 上面。这样了吧？好，来我们看排序。排序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很正常。我们有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按照 EMP number 的升序、降序什么的，是不是显示？那你看这是什么序？升序吧？这不从小到大吗？上次有个学生非得说老师这是降序，费老半天劲，这是不是升序？一到十四，你会发现 EMP number 的值是不是依次增大？这是不是从小到大显示的？那有没有可能我要从大到小嘞？或者说我不按 EMP number 排，我是不是可以按姓名排？听懂没？排序，这是不是结果查的？用 order by， 为什么要写在这个后面？你觉得？你肯定不是先查再排嘛？你看我们的 slide 语句，先查哪些？是不是查这些？是不是从这个表？咱从这个表是不是查的时候查完是不是立马去重？是不是显示出来？你不能这样吧？给人家显示出来，先显示看了个两秒没去重了，biu一会儿去重了，能这么干吗？肯定显示的是不是已经去好重的？所以去重这个词儿是不是写在 slide 的里面？我们的别名是不是也得写在里面？因为你看到的时候别名是不是已经给了？
听懂了吧？在那，但是排序的话，是不是一定先查到所有的，是不是再去排？听明白吗？那 order by 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按谁排？是不是字段名？我是不是按这个字段去排？点一下，一走。哎，老师，你这也没啥变化呀。所以默认是什么？升序。怎么还有降序的？来，这叫 DSC， 默认就是这个关键字。来，你看啊，写一下，走你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 ，ASC， 走，这是不是降升序了？来，我改成什么了 ？DESC， 这就变成什么了？降序。这句话的意思，用汉语翻译就是：查询所有，从这个表，并按照这个字段名降序排序。能看懂吗？这是不是一句英语？这就是一句英语。我给你做的翻译，能懂吗？其实你会发现，如果我们的 Oracle 它支持汉语，那你就太简单了，你就直接写来，你就直接用汉语写来查询 EMV 表，并按照 EMP number。降序排序显示啊，然后选中执行完了然后去除，就这样写，查询这俩字段并去除重复。关键它支持的是不是英语？而且你会发现写汉语很费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很多开发语言不支持汉语？因为汉语是为数不多的对语气要求比较高的一门语言，因为同一句话语气不一样，意思不一样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个软件它怎么体会你的语气？而且汉语还有个特点，同一句话断句不一样，意思不一样。对对。所以我们开发语言有没有汉语啊？有是有的，但是异语言那个很坑，用起来比较坑。听明白了吗？不是汉语不行，是汉语功能太强大了，用不了，太强大了，太厉害了啊，不能用。好，这是排序。那排序的话，它的语言，那你要混合用啊，你别老是你写星，你就只会写星，是把查的结果是不是按这个去排？那至于查什么，这里面是不是你自己写？但是你别这么干好吧？你查的结果没有 EMP number， 你按 EMP number 排序，有这么干的吗？你自己想，有是有，有是有，你可以试，但你自己想，你这个想法符不符合逻辑？你必定排序的这个字段一定是不是结果及有的字段？听明白没？好，那你可以这么来查 ，select 的 EMP number， 逗号 ，iname 逗号 ，job from EMP order by。EMP NO， 这不一样吗？我是不是把这个结果查出来然后排序？这不默认吗？默认就是 ASC， 这可以省略不写，明白吗？ ASC 我都写上吧，等会儿我跟你说可以省略不写，看懂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比如说，那这个地方我写一个 MGR 有吗？没有意义，有意义吗？没有 MGR。 有 MGR 吗？没这个，没这个字段，你可以发现它查出来的这个排序跟你想要的不一样吧？是不是有问题的？能懂吧？因为它不符合逻辑，你这个想法，你排是不是按结果去排？你看到的什么是不是再去排？听懂吧？那老师他不报错呀，你没发现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查的这个表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字段的？懂吗？EMP number。不是数字可以。不是数字吗？我走吧，按名字排吧，这不 AABCFGKM 吗？看懂了吗？不一定非得是数字，这个地方只要是你的字段名就可以。听懂了吗？只要是你结果级的字段名就可以，明白吗？所以排序它叫 select
自大吧，或者是心，我写心好吧。Slack 心 from 什么？表明。那你别忘了，这个里面你是不是也可以用 as， 也可以用 distinct 的？听懂吗？啊 ，from 表明，然后 order by 是不是自大名？名 ASC 这个是什么排序？是不是降序？升序，升序，升序排序。我应该这样，还是他？这是什么 ？ESA， 这是什么了？降序。这个是 ASC， 可以。省略不行。哎，对，今天开会是吧？下午。来，注意听，跟你没啥关系。我说开会，你们怎么还讨论起来了？来，这个地方我们按单字段排序，这叫单字段排序。王总啊，那有单字段就有啥？多字段。多字段。来看多字段排序，来这个叫单字段排序，这个叫降序、升序。注意听，咋了？讨论啥呢？这么火热？select 星 from， 你看我们咱们班人多，你可能觉得你说话声音特别小，对吧？但是因为当十几个人同时用按特别小的声音去说话的时候，对于我们整个班来讲，咱们班就成蜂窝了，就嗡嗡嗡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有啥问题等会儿课下讨论，静一静。静一静啊，这听着这不挺有意思的吗？怎么还能讨论别的？来 ，selection from 它。来，你看我们刚才讲的叫 order by， by 的是叫 empno， 然后这是不是单字段排？然后逗号。哎，老师，这是怎么排啊？我问你个问题，假如说，你比如说你按 emp number 去排是吧？假如啊。这俩人的 EMP number 如果一样，你怎么排？谁在上，谁在下？看谁啊？再看明白，明白没？多字段排序指的是先按照第一个字段是不是进行排？如果第一个字段的值相同，是不是按照第二个字段去排？如果第二个字段值也相同，是不是按第三个？听明白了吗？多字段排序叫 select 星 from EMP order by 字段名。那当然，老师，那能不能降序升序？可以啊，是不是再加呗？字段名一，逗号，字段名二，点点点就行了。这个的意思是先按照字段一排序，如果字段一的值相同，则按照字段二继续，是不是排序？然后逗号点点点，是不是依次就可以了？能跟上吧？这叫排序，听懂了吗？叫排序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几个是不是都可以混着用？能明白吗？order by
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这节课是不是有别名啊？注意听啊，是不是有别名啊？是不是首先第一，是不是先能查了？你先 slag 星面 slag 字段是不是能查了？第二，是不是查的结果集上你是不是想看着不好看，是不是给它加个别名？第三，是不是可以给它加个连接符？第四，是不是可以去中重复？第五，是不是可以排个序？而且这几个是不是可以混着用？听明白没？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叫字段的逻辑运算，这个才是经常用的字段的逻辑运算。什么意思？比如说 slag 的 emp no 逗号 e name 叫了 sale 是不是工资 from emp 看到了吧？比如说这个工资，你库里面的工资真的是多少钱？就这个史密斯，他在数据库的工资真的是多少钱？800。但是我在查的过程是可以给他进行运算的。我再说一遍，你看这一块，只看这一列，是不是都是变量名？这是不是都是变量的值？变量做逻辑运算会不会 ？Java 里面会不会？看好，加1000。哇，都加1000。那肯定都加1000嘛，你别以为就只有第一行，因为这个的值是不是都加1000了？名字也变了。那名字能看懂吗？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执行做什么四则运算？那你能你别这么干好吧？我们按正常点好吧？你能这么干吗？就是我说你能做四则运算，最起码你的值得是个数字吧？你问我老师这怎么不好使？你我们你这样问问题就有点过分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这么玩啊，能听懂吗？这个字符 ename 是不是字符？在 Java 里面字符能做逻辑运算吗？不能。字符是不是能做字符串连接？那你就连呗，这不一样吗？刚讲了，你连呗。好多钱，看懂了吗？那字符是不是能做字符连接吗？啊，这个讲过了，我就不跟你写这个，主要是看这个，能看明白吧？啊，比如说逗号 cell， 我们还能这样来加，我先写个 slag 星。这是不是还有个 common？ 那我还可以这样写 ，cell 加 com， 两个字段相加，有毛病吗？没毛病，走吧。common 今天奖金，看懂了吗？可以加吧？嗯。啊，所以这是它的逻辑运算。所以它的逻辑运算就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这个字段是一个数值类型的，你可以直接是不是进行四则运算，也可以和别的数值类型的字段是不是直接进行加减乘除，能懂吧？而乘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作为一个新的字段是不是给显示出来的？但是你这个结果并不是改变了库里的，你是不是把库里的值先查出来之后是不是做的运算？库里改了没？没改。听懂了吗？啊，你改的不是库里的值。OK， 好，来，下课吃饭。